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咱们今天这个继续看国战录像啊，又是好长时间没给大家录了。反正也是最近比较忙啊。这个今天呢就开始给大家做视频，咱们看第一局。主视角玩家的 ID 叫狂飙的蜗牛。这个378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。这边选将的话，貂蝉董卓肯定可以选，因为有这个宇宙蝉是不是？卧龙蒋费。也是可以选的，是一个有信仰的组合。只要你有足够的信仰，卧龙蒋费是非常强啊。看来他是一个有信仰的玩家，这个果断选择了卧龙蒋费。看一下这局比赛，骑手有个加一码，还不错的。对于卧龙来说，这个盾倒不是很需要，加一码还是蛮不错的。扔掉火攻，因为红牌就是可以火攻，也没什么用。这边顺一下，啊，大乔直接出来。出来就要怒搞啊，对左右两边的三血武将下毒手。你这个哎呀，这个全场不过都是三血的，好像他对谁下毒手也并不太合适啊。但是你好歹杀一刀看看卖不卖啊，对不对？香香大乔，好，这个这么厉害的组合上来直接一顿怒拉嘲讽啊。这边被搞了，心情很不爽，反报复回去。好，张合出来表示大乔你不要乐我，我就是看看热闹的，你乐也乐不住我，不要来招惹我。但是你作为魏国，你出来很可能嘲讽爆表，对不对？你看有人砍你了吧，这个总会有人看魏国不爽的，这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以逸待劳，这边呢也没有动，这边把豪子都扔了，一看就不像魏啊，就怕被偷嘛，是不是？感觉上应该不是魏啊，怕被偷，要不然你这个留桃子不是挺好吗？魏国，哎，这边开了一个桃园，一和二开了个回了个血，这桃园开的很诡异啊。跳了个吴国啊，这个桃园基本上可以判定跳吴国了，肯定不会是魏啊。啊，这边反杀回去甄姬没有问题。咱们被乐了，这个就不用出来了，让他们无畏先打着，这出来也没什么意义，就待着呗，多会儿想出来再出来。好，手里留三张黑牌，什么时候想出来反正都可以出来，问题不大，对不对？这个大乔无懈，甄姬反无懈，最终是没有出来啊，也是很悲剧。看看这边这个双雄，双雄是因为大乔上来搞他很不爽，所以直接出来仇杀，也不管场上局势了，好吧？我觉得最主要的，如果你想赢，你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血线，不要去跟别人死磕，对不对？你保证自己血线，这个游戏啊，不是说谁打了你，你把他打死，你算胜利，而是说你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，这才算真正的胜利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人就是谁搞我，我就得把他搞死，而我不是，我谁搞我，我就要让他这个势力灭，我要赢，对不对？这才算真正的胜利。不要逞一时之气，好，这边张合反正把对他搞的人或者是跳舞的人一顿搞，咱们就不赘述了。这边黄云也出来，要是大魏国就实在忍不了，开始干张合，然而他这个基本月也并没有什么爆发。好，这边放南蛮，哎呦喂，这个南蛮。这个南蛮跳的是什么？很诡异啊！难道是蜀吗？我先走一步。还是说潜藏的魏国？刚才桃子一出了，留不住了。反正肯定不是吴这个南蛮放的，对不对？这边陆逊小乔直接被干死了。一曲江畔。这边由于这个，对不对？由于这个啊，这边他又去杀黄月英了。那这个肯定也不会是群雄了，那就是魏了，看起来。那这边由于这个已经大位了，所以直接出来保护黄月英，因为黄月英是核心，这必须要保护的。杀一刀不让摸牌，调戏，调戏剑，咱们可以连赢，连赢大业从此开始。彼此相穷，循环无穷。决斗，看看能不能打死张合。没打死张合，看看他会不会把大乔收掉，决定反正大乔留你也无用了，不如把你剁了。我们三打三，那边双雄很可能把张合带走。所以也就这么着吧，先把甄姬的小刀顺掉，
防止他砍黄月英和砍自己，是不是？看看双雄，好，怒判一波，少年，少年全是红牌，表示很弱。那这就有点麻烦了啊！这个双雄应该是要去了，六号位可以亮了。哎，藏什么藏？难道你是潜伏的群雄吗？我不信。好，这边就是强行保护黄月英啊，好救了一下跳位，看来他之前真的是桃子很多啊。郭嘉许褚，那手里肯定估计还有桃。哎，这回咱们开始连赢啊，完全不虚，反正保住黄月英，咱们就有希望。这个、黄月英就是革命的火种啊。双雄就不管他了，死就死了吧，你顾不上管他了，关键是对不对？实在是顾不上管他了，而且他这个随便顺势一刀就被带走了。好，再连赢，拥有整个牌堆上完全不需要。这边黄月英这个体位那你搞不清楚是什么，也不是祝融，放在麦也不出来了，甘夫人吗？还有体位只能是甘夫人，是不是？乐一发不虚啊，完全不虚，咱可以无懈出来，看能不能烧死这个张和。张和还有个桃子，这边是红桃，那咱们就摸牌吧。他是个桃子，他应该就不会去偷了，哎，不舍得用桃子去偷嘛，对不对？肯定要吃桃子回血的。再连，接下来就是这个夫妻表演的时间了，卧龙和黄月英表演的时间了，顺一下，不让顺。好，这边他并没有选择继续无懈，他可能是觉得这边要顺个刀也无所谓，想留一张无懈啊。果然是甘夫人补一波牌，能不能爆起来，能不能爆发起来，就在此处方片一代老。好的，这个连营非常的给力啊，有这个老公保驾护航，这个无懈的问题就完全不用考虑了。再杀一刀能不能收掉也是非常的关键啊。好，甄姬这边还有桃子，能不能扛得过去啊？这边许褚幸好没有杀，有杀的话直接裸衣就带走了啊，这个决斗是没有用的。现在你们想砍进黄月英就需要用这个杀，锦囊是没有什么卵用的，杀一刀掉个血，一血了，一力胜，这牌就有点蛋疼了。我感觉啊，不应该杀甄姬这一刀，应该过点牌保护一下黄月英为主。不然的话你杀了这个甄姬，他可能是觉得甄姬一定会闪，有八卦，然而甄姬呢机智的没闪，就是不想让你摸牌。好吧，阴差阳错搞到现在呢，黄月英目前还没死，再拆不让拆，再杀看看黄月英能不能挺得住。那边他把刀给甄姬，就是希望甄姬把黄月英剁了，不让黄月英再活了。好，姨妈了，有没有杀？好，黄月英还是很机智啊，留了一张闪防九杀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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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烧一发看能不能烧死。方片烧一下，把他手里那张九烧掉，虽然烧不死，但是也得把他那张牌烧掉，防止他把黄月英手里的牌偷走，再偷咱们这边就把黄月英给杀了。顺一下，顺是不行的，不让顺，再杀一下，还剩一张什么？竟然被杀死了，好吧，竟然被杀死了，没保住啊，保护了这么久还是没保住，没保住就剩一个人了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好，南蛮放出去，我感觉这个南蛮放的不好啊，这个南蛮放的非常的不好啊，你没必要放南蛮，你三个魏国围观一个蒋费还用着放南蛮吗？慢慢打他怎么打死你们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由于已经被冰了，你不强行守城就死了，还放南蛮。好，根本就没必要这么打，我想说。好，你们给了这个卧龙表演的机会，根本就没必要这么打，你们三个人就慢慢摸牌就赢了。好，两个南蛮，这两个南蛮放了酸爽，本来甄姬呢根本就状态非常好，一点事没有，现在好了，再杀一刀。当然了，这个卧龙的信仰也是足够啊，他们不信邪，他们就是不信邪，就非要打死卧龙。好，这下好了，这下没桃了，裸了。
哎，你们就是要打死我喽，信仰，你能抵得过排队吗？这就是排队对你们这种冲动的惩罚，我觉得非常合理。当然运气也非常的不错，天妒了这边。举大胜，天之也。烧死，好，直接烧死。还有逃走区。好，梦中杀人。这就是排队对你们惩罚。这边他也没有吃桃，因为吃桃了就不能摸牌了，就亏了。一会儿万一这个对不对要连赢的，万一杀死自己，自己这个出桃，再连一张黑，再来信仰。其意为正，这边判，他是想判个红，骗甄姬灌出来，然后再出桃，这边又被乐了，很背啊。不然的话，如果判个红，甄姬就真的灌出来了。看这个乐和兵能不能天度啊？好，乐没天度。兵天度了，不过兵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反正他有这个生息。兵好，兵是并没有什么卵用的，但是就是乐这个没出来就比较伤了，又给了魏国喘息之机啊。过河拆桥。哎，有的时候你自己打错了，就是排队就会惩罚你们，真的是这样啊。接下来咱们再继续看信仰。这个国家回复能力很强啊。接下来其实主要把甄姬打死就可以吊打国家了。卧龙奖费吊打国家很简单啊，就过牌过牌过牌找寒冰，然后找乐，给他打残了贴个乐住。不要着急啊，就是奖费打国家千万不要冲动，就是和他这个刚正面对报，对报你必输，你就摸牌，你每回合过几张，过四张，他每回合两张，他能打过你吗？你想想，连贝勒也是留寒冰啊，留寒冰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，对吧？你寒冰干啥？你继续摸牌，又摸两张，你就。通过寒冰然后等乐吧，找到乐然后给他打到一血乐住就 OK 了，过牌两完爆啊，你只要掌握打法，奖费是吊打国家的，没有什么悬念的，你除非去跟他对报，那你必输无疑，不对报你就稳着打，随便打，过牌量差太多了，你一看他状态好了，你就先慢慢拆拆他装备，自己养状态，自己养好状态，找乐，给他乐住就完了。或者还有一个简单办法，就是你记桃。单挑的时候打这种卖血武将是可以记牌的，就是一共八个桃。正义为旗之旗，打的没脾气啊，打的国家没脾气投了。好吧，识时务者乃为俊杰。咱们再看第二局吧。第二局主视角玩家的 ZENDIC 一序玩家感受录像，这边可以选曹操、许褚、曹操、司马、大乔、周泰也不是不可以选，不过有点弱。看一下他最后选择什么。好，选择曹操、许褚 ，OK。好，邓艾直接怒强首亮啊！哎，反正你这魏国怒强首亮，不是大魏碾压，就是被别人打成狗，一般都是路人，就这两种极端。好，直接怒连两个四血的开始干，反正干旁边的，觉得干旁边干的爽。不过我觉得你不如干三血的收益大，三血第一容易干死，第二。容易看出是不是魏。好，这边吕布被干了很不爽，直接出来反干回去，那很正常啊，被你打成这样了。就是这个游戏，就是如果在我能存活的前提下，我肯定是想办法活存活赢为目标，如果都被你打成狗了，我就得出来弄你。嗯，这边去杀吕布，哎，我还以为他是魏呢，给我出来个大脚飞，原来大脚飞要平推过去。好吧，吕布只能算你倒霉。二哥三弟，看你插标卖手。吕布表示这个遇见狗了，真是倒霉啊！吕布华佗，但是他也离线了，离不离线也是死了。二哥三弟铁了心要杀过去了。邓艾说：“谁救救我？啊？谁救你？啊？没人救你，你去死吧！你上来自己出来就去死吧！”插标卖手，直接带走。好，二哥估计要停手了，别的也太杀不死。然后这个邓艾还挺有意思，
哎，这边甄姬离典也亮将来报仇了。邓艾典韦说：“贱婢找死，你已经死了，你还说谁贱婢？”有人来报仇了，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反正还有三个将根本都没动过，这不知道什么，我门第相貌哪一天比不上你，然后走了。大哥，你是穿越过来了吗？从哪个朝代穿越过来吗？还门第相貌哪一点比不上？啊，这边由于前面这个形势不明朗，所以就没有亮。好，黄月英出来了，那就对吧？楚国、魏国对刚，那下回很可能要出来了。这边由于还有两个将没亮，所以他也并没有选择亮将西沙。另外，西沙西那么多沙也没什么用，对不对？你要那么多沙也没什么用，万一后面有飞位，对不对？出来补个刀啥的，你这样不亮其实是对的。不亮呢，他们看蜀国多，他们会打蜀国。啊，这边150摸牌尽量有技能，但是他也不亮，不亮肯定不是蜀的。难道是魏国吗？好，这边黄忠委员出来百步穿杨决斗，下回合是肯定要出来跟他们干一发的了，直接裸衣开搞。二哥三弟摸两张牌想杀死甄姬，应该是杀不死吧。关羽在此，尔等受死。我感觉二哥三弟这一刀没必要去杀他，被乐了，你杀他干什么？没什么意义啊。你等于你想啊，他甄姬离点的牌是要弃掉的，就等于你浪费一个桃去杀了他，这没意义。黄忠离杀他闪不了，你关羽张飞杀他还闪不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出来直接大战300回合啊，乐住黄月英，黄月英一定要乐住啊！亏了一个桃鼠，小胖子。150可以出来了，好，辽沈这边魏国大战蜀国，看谁屌！再杀一刀，黄忠有没有桃？好，还有桃，就看他们能不能打死甄姬了。当然局长是非常厉害的，直接都给他们断了，都给他们断了，他们就没辙了。好，这边怒放南蛮。表示一定要打死甄姬，我去，这么多桃，辽神应该有桃吧？我靠，辽神，你这什么手啊？魏延那么多桃，你偷不到。魏延那么多桃，你偷不到。手不够风骚啊！当然，这边南蛮一定要吸的，想翻盘一定要吸这样的蛮，不然没机会翻。啊，这边还收到了无懈，运气真是不错啊。破，好，直接杀关羽张飞。再放南蛮，我感觉你应该先放南蛮，你先放南蛮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比如说关羽张飞他要是不出，他就直接死了；他要是出，你再杀他就求两个桃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，月英如果万一有一个桃可以救起来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月英弱爆了，竟然放权，沦落到放权魏延的地步啊！但他好像只有一张杀，他表示也杀不死虚化，所以就放权了，选择。好吧，看看辽神能不能天度。好，天度了，天度基本上要赢了。这个许褚这一次裸衣还是非常给力的。人是铁，当然魏延如果不放那个南蛮，打不死甄姬也是个麻烦事儿。他逃了一会儿也得被偷。借刀，杀呢？哎呦，没杀，没杀，这个有杀和没杀真的是不一样。有杀你杀了徐晃，吸个血；这个没杀，直接被裸衣带走了。断杀真可怕。好，铁索连环连起来，直接红自己带走，这不能再给他机会了。这是黄月英啊，黄月英非常恐怖，让他动一轮，梦中杀人，真的让黄月英再动一轮，就说不定就翻盘了，把徐晃打死了。再看第三局。不是啊，叫 Victor Lin 26区玩家，感谢他录像。这边只能选猪龙马超啊，还可以降命猎刃。花贼哪里走？一号位，看一下这局比赛要不要亮。少年，你在犹豫什么？在思考人生吗？哦，原来是离线了，好吧。
离线就离线吧，先不管他。别南蛮放起来，此计伤不到我。这边呢，曹操直接吸了，可以不亮。我觉得凡是我是不会亮，就没必要亮。有杀就没必要亮，你要是没杀，你就亮了吧，不想掉血。有杀也没必要亮，这种路人名将互杀恶劣环境多不好啊，是不是？让他们去打呗，让他们先打打看。好，曹操司马再放，他肯定会再放的，没有理由不放吧？无中生有。除非他吃个桃什么选择虚报，没什么好虚报的，一个三血武将。好，没有选择量，没有选择量就不要开技能啊，开技能暴露了。少年，关了你的技能啊，这暴露都不好。我这边这么多三血不卖了。远交进攻，远交进攻，看看曹操会不会找一个人忙。这么多三血不卖的，随便可以忙啊。好，兵下，兵下加保护自己。好，杀一号位 ，OK。哎，你杀一号位，你还不如直接杀八号位呢，万一带走了呢？反正三血不卖，这边被冰了，很惨，出不来，那没辙，挂八卦阵过了。如果一会儿有人再放南蛮，这个顶不住了，就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时候可以开巨象，你就没牌了，万一顶不住了死了怎么办？接下来看，好，194扔个火攻过。人摸牌阶段有技能啊，啊双雄吧，一顿换装备强行防二张啊，二的六，六六六，局势会朝什么样的情况发展呢？稍微快进一下啊，收一下，好七白过，这边这个花贼又回来了，回来了也做不了什么，没牌了都，毛线都没有，边挂简易马继续托管啊，曹操司马其实有很多盲狙目标的。就各种三血不卖，当然你也可以先观察观察。以静制动，南蛮入这边啊，这边又放南蛮了。这放南蛮肯定不是无了，肯定不是无了。你这不可能有又有曹操又有这个贾诩，你还放南蛮，你不这是搞笑的吗？啊，有点像群雄，也有点像魏，这都不好说了啊。这边由于没杀曹操，因为曹操又吸了。你要是再不出来，就再掉两滴血，太伤了，这没办法了，只能出来了。这边呢，大家也都纷纷不动，反正就打司马，自己状态也不好，你打他们也很伤。吸了，我觉得祝融应该暂时不会再放了，再放这个局面会有点失控，而且你有可能射死队友。可以先观察观察，或者你想乐住这个六号位也问题不大啊。司马这个终于开窍了，准备把三血不卖的弄死了。老桃子并没有弄死，看这边怎么打。好，直接选择亮将，选择杀六号位。好吧，我觉得你没必要亮马超二，你不用全军突击，你就普通砍那一刀，砍着砍着他就没闪，哪有那么多闪啊？你暴露自己马超也不好，没必要。你要不然就乐他一下，或者乐他一下不杀他，没必要亮马超。马超藏着，关键时候再出来。这边还是魔牌阶段有技能啊。好，贾诩继续看热闹。花贼又托管了，花贼一会儿离线，一会儿回来，一会儿托管，这都是什么少年啊？145你还不出来，不出来司马弄死你了。好的，陆逊出来了，对，你出来回回血，亮个将啊。我去，还是大 boss 啊，这 boss 应该分分钟能回复起来。好，司马不让他回复，这仇恨拉的，想想跟你玩命了，少年势必跟你玩命。睡觉也没得睡，想睡也没得睡，想公交都没法公交。曹操被乐，不知道他是有红桃什么好牌不舍得改，还是懒得出来，这都无所谓。啊，这边他又继续盯着六号位打，他觉得六号位疯狂的放南蛮像这个魏群啊，所以盯着打。行吧，也没什么问题，这不卖，那不是魏呗？看194有没有脾气，敢不敢还击？好，不敢还击。
贾诩又去打这个错管的，行吧，把错管压到一血，看谁去打死他。哎，反正他错管了，暗的可以补刀，明的你就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又回来了，被打了回来了。好，这边看了，看完了直接杀死，谜底揭晓啊！疑团揭晓，看到底是什么？反场上四个势力都有，总有人会找他报仇。OK， 你行了，祝融，你可以找他报仇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你打死了刘备，你就得等着祝融找你报仇。直接自己有丈八嘛，直接九杀他了。九杀，然后拿 K 点利刃他。看我的厉害！我觉得司马嘉许你们两个人合力把陆逊将要弄死吧，这 BOSS 留不得啊。BOSS 太可怕了，真心太可怕了。好，这支笔看八号位，看不看？看不看？反正祝融要打他的，无关紧要啊！直接喝酒，丈八拍他了。这边，哎呦，留 K 啊，拿 K 去拼甲啊！我去，这打的，要不你就把他最后一张牌撸过来了，留个火攻，拿个二点去拼甲。也是醉了，这边163突然动刀了，这个163打得好奇怪啊，突然就下刀了，对194，难道他是鼠吗？跟着祝融的思路去杀194吗？打电话难吗？大家要不要死？哎，直接被带走，神仙难救，不是，当然难吗？咱们是不怕的，斧头拿掉，他肯定要拿掉斧头，比较怕斧头。过河拆桥。再拆手牌，他是想拆斧头呢，还是想拆手牌秒掉他？然而你们放着陆逊香香，就这个听之任之嘛。不过倒还好，因为194，对吧？他肯定不是无，之前放南蛮了嘛，就是有贾诩有曹操，这边那个人不好说，也许有，也有可能是深水无，觉得自己有 boss， 啊，随便搞一搞，转移嘲讽，这边就强行盯着194杀，逼他出来。194是不是群啊？好，终于忍不住出来了，是时候出来。我觉得你这时候出来发一波工资，看看你们尝试能不能把陆逊、香香、司马都带走，对不对？好，救一下，然后他反馈贾诩一张，再扛两刀，扛住了几刀 ，OK， 看陆逊、香香能不能顶得住。万箭放出来。我觉得陆逊香香也顶不住了，本来是个位啊，那很正常啊，杀三血不卖啊，因为结果你看啊，这几个位啊，他也是三血不卖，荀彧呢，他三血卖了，但他这不好出来，不方便出来，啊，陆香香被带走，陆香香还留个扇子，这种情况下你个 boss 就不要留扇子，留好基本牌，这说不定谁就对你起杀心就秒了你了，不过还能打。不是不能打，过河拆桥，拆了。他这边并没有选择杀贾诩，他想先把貂蝉杀了。拿来吧，那也行吧。这边单偷再驱虎，啊，这边托管了又杀他，好吧。失礼了，谁让你托管？你托管干什么？有挂着八卦阵还托管？藤甲顺过来，转八卦起来，不让你偷。要强杀貂蝉呗，留个桃吧，万一张辽被这个打死了也不好，万一被貂蝉离间死也不好，这个就别寒冰了，掉血呗，赶紧压血线了，再不压血线还打个毛啊，我再离间再杀。好，又掏出连弩来了，我去，这肯定要救一下，反正救一下荀彧也并不给你，不给就不给吧，没良心的，他怕贾诩完杀他也行吧，就是贾诩两个顺手，我去，两个顺手，荀彧呢手里还有个酒，顺着张闪估计，还有一酒没顺死，没顺走，看能不能带走貂蝉，这个还得这么打，不这么打没辙啊。反正现在大家都是踩在钢丝线上，看看谁最后能坚持到最后啊。对不起，哎，他们都吃桃了，都变成凉血了，我放了个南蛮，坑张辽。不想让张辽偷，其实也没事儿。你让张辽偷了，他也不会放的。他有毛病啊，放。再杀贾诩，
这边咱们桃子没吃啊，吃了就雪线嘲讽了，因为人家都两雪，你吃到三雪，你不雪线嘲讽了吗？过河拆桥。这边呢，他要动手了，所以就吃了。没想到吧？没金刚剑给拆了，其实没必要。你让他收了张许贾诩呗，他收了贾诩，你跟他单挑不就赢了？不过现在也基本上好说了，单挑贾诩问题不大。贾诩是个双雄吧？南蛮入侵。放南蛮准备带走决斗。OK， 带走单挑贾诩。那贾诩不是华佗就肯定赢了嘛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华佗。无中生南蛮入侵。但这个藤甲有点蛋疼啊。一个藤甲，一个人王盾，直接杀死。不过他早就暴露是双雄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技能不要乱暴露啊，对不对？不好。有的时候是故意暴露给别人，有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乱暴露，暴露自己的信息。再看最后一局吧，看一局吴国的。这个主视角玩家叫木无忧小季，四五区的玩家。我突然一阵邪恶啊，木无忧小鸡鸡。开个玩笑啊，这边选将是我肯定选双周啊，双周非常厉害，就是因为嘲讽低容易被忽视，然后活到最后单挑也很厉害，周瑜单挑本来就挺厉害，有周泰生存能力强。看这局啊，这局也比较逗，杀到珠穆朗玛离开了，他去珠穆朗玛峰了，暂时回不来了。好，这边杀一下离线的独菜，为了抢手量，怒悲歌一发。这边杀离线的，你看不出他是什么，有的人就喜欢杀离线的，捅一刀，趁着离线的赶紧捅一刀防他回来，无所谓了。独菜怒抢手量防大嘴嘛，这边被乐。好吧，这边挂藤甲挂连弩，抢手量防大嘴。吓得你赶紧挂藤甲，呵呵，吓得藤甲赶紧被顺走，呵呵。这边是三血的挂藤甲，不太像位啊。藤甲好东西，没事，咱们有周菜，完全不虚啊。这边扔决斗火攻过了，或者你要是不虚，你就可以虚报一点，反正有周菜，是不是？当然前期可能也没必要去非要去打谁，情况也不明朗，观察一番。这些人都这么喜欢藤甲的，装备一挂，他有朱雀，朱雀又如何？人家有闪啊。这边180去打回去啊，跳群了，少年，替我挡着。好，被弹，你这只能是跳群了，因为那边他除了乐过群，他没干过别的。好，再反杀回去，吕布，寒冰剑，寒冰剑非常的爽。装备下掉，哎，这局特别有意思啊！看，你们猜猜国籍？你们表示哇，你哇什么哇？你开始方了。貂蝉表示你这出来没必要。他表示我给你报仇的，肯定要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这边野跳飞群，开始搞。很正常，甘宁小乔国战第一组合，我觉得这把吴国稳了。拥有国战第一组合甘宁小乔，这肯定稳了，稳如狗。甘宁小乔这个体位呢也有点感人，反正一顿出来拆，还真能拆，你别说，不愧是第一组合啊，真的能拆啊。你这边要没动就不知道什么了。咱杀小乔他也不太愿意杀，估计杀了弹一下毒菜，对不对？自己很不爽。这边放南蛮，放南蛮不太像群啊，因为毒菜没手牌了，而且这边会弹，有可能要压毒菜的血线，不大像群啊。我去，这笔看一下这个吕布貂蝉中间的夹杀位，结果发现了大嘴，吓尿了，真的是吓尿了。
啊，这边马腾呢表示，反正也好像没有队友了，出来发个工资，主要是自己快死了。借刀，掏出刀来砍小乔，有杀吗？我去，这回复能力，分分钟回复啊！射个马，射人先射马。大嘴应该暂时不敢出来，因为他出来就大群了，要被干了，他可能会龟缩一阵。这边甘宁小乔一个人大战这个吕布独菜啊，好，二号位表示自身难保了，确实自身难保了。九杀表示擦擦擦擦，好疼。少年你可以出来了，再不出来估计你没机会出来了，你也不可能是周菜。你的将也是星星，星星是什么？开个桃园。好，小乔表示这个号没武将，雷杀大号玩国战有毒。好，悲歌下杀一刀，直接裸了，闪全没了。少年要出来吗？还不出来，不出来你命休矣啊！这把小乔还是非常的厉害啊，梅花拆，拆掉了刀。这边这个一下子不管他了。好，这边也去杀群雄 ，OK， 还比较符合正常思路的。既然有人杀群雄，那咱们也可以趁机杀一发，是不是？反正都看见大嘴了，不杀白不杀。你别说怎么回来，我的桃子就不见了。你离线了吧？你桃子不见了，你怪谁？这边我觉得可以留杀了，不要留闪了，因为你有周泰，就留闪没什么意义了。主要留杀一会儿准备进攻了，因为三个群了嘛。这时候要进攻了，这只比看一下。其实你没必要看五号位，你不是群吗？你看五号号位干啥？五号位肯定跟你不一伙儿。你看四号位啊，他这张知己知彼就是用的非常错误啊。你看五号位没意义，五号位是杀群的，你一群，你就看四号位到底是什么，决定你怎么打。解锁连环，好，无懈表示不能让藤甲遭殃，这是对的。谁能挡我？该保护还是要保护的，毕竟现在有人在帮你嘛。看看这死的这个兄台到底是什么，好，救一下，不让死。兄台你可以出来了，你不能按着死啊，你这按着死不是事儿啊。估计本来是火杀的，我也觉得估计本来是火杀。好，离线了，离线真是时候啊。看看小乔，这些人聊天聊的热火朝天的，这是智障局，确实智障局。你看啥看啊？你看他干嘛呀？你都没牌了还看他，你还不赶紧重铸或者拆个斧子啥的，还看啥看啊？这边放，这边放肯定不是吴了，因为这个二号位一直在帮着吴打群雄，他放了万箭，想把这个二号位打死，有可能是群啊，不好说。不救了，反正他按着的杀了。就这样吧，好，黄盖吕蒙，你还不如那会儿有血的时候，凉血的时候亮了，苦一发爽得了。你这被打死好憋屈啊！啊，这动手了，这肯定是群了，完了，四群了，这必须出来搞了，看看能不能一会儿吃菜了啊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吃菜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先走一步。你再不吃菜，四个群你没得打了，你打什么打啊？打毛线啊，这明摆着四个群了。当然这边这个谁是不知道的，这上家这人不知道，他因为他不知道八号位是群。我去，还被翻面了，这直接亮吃菜了，亮个周瑜吃菜。不吃菜没得打了，这不吃菜啊，我去，这你肯定吃菜了，你不吃菜没得打，你四个群了，你就赶紧吃了他得了，你再不吃一会儿想吃都吃不了了。少年火杀，好的，我觉得以现在的动作来说，你们群雄已经全部可以亮了，再藏只能导致你们不齐心协力。还藏什么藏，明摆着你们四个群雄还藏。你看吧，你们看特别搞笑，就他们藏吧，还藏决斗打孙策，还决斗不过。你是弱的，这吃菜了啊，这真的吃菜了啊，你不吃菜没得打了。雷杀，
吃菜，看他们有没有桃。好，没桃，有桃是应该救的。啊，他觉得周瑜不厉害，把副将断了啊，留了个周泰，不是留断了个周泰。行，按着你们打。你看这两个群雄就不出来，兵粮寸断。好，不出来，不出来，一会儿你们就要倒霉啊。一剑倒还好，还可以摸盘。这边两个桃子救一下，不虚，出不出来？还不出来。这是有桃故意不救独菜吗？这么多桃子，我不知道是后摸的还是真的有桃故意不救独菜。我就他们难道真的看不出来自己是四个群雄吗？如果不救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们自己看不出是四个群雄。如果看出四个群雄，必定有桃要救独菜的，不能让独菜死的。独菜是有团队光环的。好，这边香香周瑜开始爆发。让你们乱搞，不出来。两个无打你们四个群，按在地上打无懈。当然咱们这边也有无懈啊。顺手牵羊，顺八卦阵。我感觉顺扇子好一点吧，万一他这个乐天路了怎么办啊？是不是？感觉顺扇子好一点。万一他天路了就惨了，打不过这香香，你确实打不过啊。你们都不亮剑能打过吗？你们还躺枪了。还给杀了，你说你杀不死还给他杀了觉醒了，你杀这一刀干嘛？这一刀杀的好亏啊，是不是？你又杀不死他，你何必要给他杀觉醒呢？强行让他爆发。好，这一波爆发输出要打出来。他好我也好。找了一个大僵尸。你是新手不怪你，谁新手？我看你们谁是新手。你们这个群雄被按在地上打，就是不敢出来。哎，你们都是队友还不敢出来，还藏给谁看？行了，这下你们真的没机会了，我觉得。接下来把袁绍打死，庞德应该出，你打不出，庞德是应该出啊，那你打不出，你也应该出啊，你们都应该出啊，你们哪个人不应该出啊？你藏什么藏？藏有什么意义呢？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当然这边还是可以打的，可以结阴，可以把刀拆掉，火杀冰柱 OK。 两个吴国，你看本来前期啊，这局特别搞笑，就是前期四个群把那边那两个吴按在地上打，然后那两个吴死了以后，这两个吴翻过手来把这四个群按在地上打，有意思啊，四吴四群血战到底啊！有的时候你这个，你该猥琐的时候猥琐，不该猥琐的时候就不要无脑猥琐啊！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做到这儿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